金城武对不对？来，小朋友知道金城武是谁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爸爸妈妈知道就好，你们知道有西瓜哥哥就好。来，把你的尖叫声跟掌声准备好，好不好？要够大声，西瓜哥哥才会出来哦。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上我要邀请到的西瓜哥哥，你们喜不喜欢？是不是天气太冷了，大家声音都不见了？我要听到好的声音，很大声才可以哦。这一次哦，现场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样才对嘛，这样子西瓜哥哥也会很开心哦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呢，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这么多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呢，一起准备来唱歌跳舞咯。那先来看看小朋友的精神在哪里，因为今天西瓜哥哥准备很多礼物哦，所以我要找最有精神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，所以你们要大声回答我咯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看悠悠 TV？ 有。有看悠悠点点名人举手。我来看看。等。哦，蛮多的哦。好，手放下。我们呢，先来送一份礼物给我们最有精神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好了。好，首先呢，先来问第一题哦。今天很开心哦，来到了我们的桃园石门观光节。那今天的活动名称有这三个字，请问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？好，来看看谁最有精神。但我说谁知道啊？看看谁说我说的最大声哦。太小声的话我就不会选了哦。准备好喽？请问谁知道？你嘴巴张超大的，来，小哥哥，你告诉我。石门，恭喜你答对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只有这个小哥哥目前呢好像蛮有精神的，待会大家要加油了。现在呢要先来唱歌跳舞了，西瓜哥哥呢要找呢非常非常有精神的小朋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前面呢这块空地呢很大很大，是我们今天风石门的摇滚区。西瓜哥哥数到三，我们小朋友到前面来好不好？到前面来唱歌跳舞的小朋友比较有机会可以得到礼物哦。我数到三哦，大家赶快来集合咯。那比较害羞的小朋友，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要鼓励他们，让他们呢更加有勇气来这边一起唱歌跳舞好不好？准备咯，一，不要用跑了，不要用跑了，赶快到前面，三，有没有到集合啦？好，来，我们小胖后退一点点，后退一点点。好，你们，好，你们要面对我，要面对我。好，然后后退一点点。好，首先呢，要来跳第一首歌呢，非常的简单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悠悠点点名有一首歌？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有听过的人。